各位师长、各位同学，大家好，我是英国皇家化学会王美心院士。首先，我们非常感谢教育部高等教育深耕计划补助人工智能、大数据、跨学知权竞赛的系列讲座。我们今天非常荣幸地再度邀请到国立成功大学医学院附设医院的骨科刘元甫主治医师来跟我们分享骨科的创新治疗。刘元甫医师从成大医学系毕业之后呢，在成大医院接受非常完整的骨科专科医师训练，然后就继续留在成大医院服务，大部分的时间是在成大医院台南总院，但是他还是每周二特地拨冗到成大医院斗六分院来服务我们云林的乡亲。刘元甫医师目前也是成大医学工程研究所博士候选人。那他还曾经到日本德岛大学病院骨科部研修。德岛大学是日本除了东京大学以外，唯一有过诺贝尔奖得主的知名大学，也就是对世界节能减碳、环境永续有巨大贡献的 LED 之父中村修二的母校。刘元甫医师的临床专长包括了脊椎疾患阶段照护，包括了下背痛、肩颈疼痛、椎间盘突出、坐骨神经痛治疗、脊椎介入性治疗，例如影像导引下的神经阻断术、神经再生疗法，还有各类的脊椎手术，包括颈椎减压融合手术、颈椎人工椎间盘置换手术，还有微创脊椎减压融合手术、微创脊椎内视镜手术、骨科创伤治疗，还有退化性关节炎的阶段照护、骨质疏松检测跟治疗。那么他的专业医学会包括了中华民国骨科医学会、台湾脊椎外科医学会、脊椎微创内视镜医学会、台湾骨科创伤医学会以及台湾骨质疏松症学会。另外，他也通过了国际骨质疏松 ISCD 的认证。我们可不可以请刘元甫医师帮我们介绍什么是骨质疏松压迫性骨折？那骨质疏松压迫性骨折又有哪一些的治疗？那我们应该怎么样从平日保养才能够减缓老年受到脊椎退化相关病痛的痛苦？那就请刘医师跟我们做一个分享。好，那所谓要先谈到骨质疏松压迫性骨折的话，我们要先了解什么是骨质疏松哈。那骨质疏松的定义上来说，就是因为随着时间或者是随着一些药物的使用，造成我们的骨量逐渐减少或骨质密度降低，使我们骨骼的结构变差、空洞变多的一个疾病。我们可以看到图片，正常的脊椎骨，你中间是一个外面是一个硬的皮质骨的部分，但里面的部分其实是一个疏松的，像海绵骨。但年轻的状况下，正常的骨头海绵骨是致密的，就像我们比较像是比较致密的海绵的状态。但是随着年纪的话，这些骨小梁会越来越被侵蚀掉。那我们可以看到它的空洞增多，空洞变多，那这整个骨头的结构就会变差，就是我们定义的骨质疏松。那压迫性骨折是什么呢？因为正常我们脊椎本来就是会受到一个垂直的重力，因为我们是直立的动物嘛。但有时候如果一个比较用力的垂直压力，像是突然坐下，或者甚至用力的打个喷嚏，正常的骨质状态脊椎是可以承受的。但对这些骨质疏松患者来说，这样的不正常受力就可能导致他的骨折，上下的 loading 就会造成他的这个骨头变形，或是骨折的发生。其实很多老人家都会有多节的骨质疏松性的压迫性骨折，所以会看到它越来越驼背，其实就是这骨质疏松性骨折造成的。那如何治疗这个骨质疏松型的压迫性骨折呢？其实第一个我们要治疗它根本原因就是骨质疏松的部分。那当然，如果病人有急性疼痛的话，我们也会治疗骨折造成的急性疼痛的部分。那我就先分为第一部分来讲，治疗骨质疏松其实也就是如何保养这个我们的骨头啦。其实我们就是要有摄取足够的钙质跟维生素 D，那这个是我们骨松医学会对台湾民众我们建议的每天的钙质补充量跟维生素 D 的补充量。正常年轻人的话，建议是每天要1000毫克 milligram 的钙质摄取。那对于已经停经或是已经有骨质疏松症状的病人的话，建议是要一天达到1200 milligram 的钙质的摄取。那维生素 D 的部分的话，正常成年人建议是要400 IU 的维生素 D 摄取。那老人家年纪比较大的话，是建议要600 IU。那如果已经有骨质疏松的话，是要到达800 IU 这样。那另外，除了这些钙跟维生素 D 之外，一些微量的矿物质也是非常重要的，包含镁、锌、铜、锰，还有我们的维生素 C，这些也都是组成我们骨头重要的元素。
所以平常就要摄取足够量的这些营养品。如果饮食上面不均衡的话，那可能就要透过一些保健食品的摄取，才可以让这些营养是充足的。那另外，保护骨头最重要的还是要有一些负重的运动，所以还是要鼓励大家要多做一些运动哦，增强我们的骨密度，也可以减少跌倒发生的机会。这样我们的肌肉有力量的话，平衡比较好，也可以做出比较快的反应。那年轻人或是停经前的妇女的话，我们建议是一些比较激烈一些的活动，包含登山、健行啊，或是打一些球类运动，或去健身房做重训，做一些体操或韵律操。那年纪比较大的老人家呢，还是可以做一些轻度的运动，包含健走、慢跑、舞蹈、太极拳、游泳或是一些球拍类的运动。有这些正常的受力的运动的话，其实会帮助我们骨头的生成，那会让我们骨质强健，避免骨质的流失。这样，那这些保养状况下，我们平常还有哪些动作可以去预防、去侦测自己有没有骨质疏松性的压迫性骨折呢？就是大家可以在家里做几个测量。第一个就是测量自己的高度，自己的身高跟年轻的时候比，是不是有减少超过4公分？如果有，那你就可能就有一个高危险，是一个骨质疏松性的压迫性骨折。那另外的话，也可以去看一下后脑贴墙壁。如果你身体贴着墙壁的话，你后脑勺能不能碰到墙壁？如果碰得到的话，那是正常的。那如果碰不到的话，那可能你就有一个骨质疏松性的骨折。那另外的话，可以去摸肋骨下缘跟骨盆的距离，正常应该是要2指幅以内。但是如果你超过2指幅，就是距离小于2公分哦，那可能表示你可有一个腰椎的压迫性骨折的发生。就在家里就可以测量。那骨质疏松的这些预防治疗之外，当然也会有一些药物的治疗。那药物的治疗通常都是由医师评估，当你已经达到一个严重的程度，我们就会用到一些骨质疏松的药物去做治疗。骨质疏松药物大概分2类，第一类型就是抑制死骨细胞，啊，第二类型就是促进成骨细胞。其实我们骨头是一个动态的，它是一直在死骨跟成骨之间达到一个动态的平衡。不过，当我们年纪大的时候，死骨细胞的功能会大于成骨细胞，所以我们骨头流失量就会远大于新生成的量。那有些药物呢，可以去帮助死骨细胞降低它的活性，避免它大量的侵蚀骨头。那也有一些药物呢，可以帮助成骨细胞，促进它的骨头的制造。那这两种药物的使用下，就可以帮助我们把骨质慢慢再矫正回正常的范围。这样。好，那再来就是讲到，如果已经真的发生骨质疏松的压迫性骨折，病人急性疼痛状况下，我们会有什么样的治疗？首先，先分为2类啊，一个就是保守治疗，非开刀的方式；那第二类当然就是手术的治疗。保守治疗的方式包含止痛药物的使用，我们会先给予病人一些减轻他疼痛的药物，那改善他在急性疼痛时候的生活品质。那第二个，我们会建议他穿着这个背架，背架的固定就有点像我们骨折需要打石膏一样。那骨质疏松性的骨折就是用背架当做一个保护，让他的骨头避免他继续的变形，那也可以减少骨折造成的疼痛。那再来，我们都会建议这些病人可以暂时要需要先多休息，因为这骨质疏松性骨折其实就是一个垂直受力造成的，所以暂时他可能平躺会对病人来说会是比较舒服的状态，所以短期内会建议他先平躺休息。那如果这些保守治疗都没有效果，或是病人的疼痛还是持续的话，我们就会发展出一些手术的治疗方式。手术治疗方式呢，我们现在目前最常用的还是这个骨水泥灌注，就是我们俗称的锥体成型手术。那这个手术的目的其实就是在骨折的部分呢，用骨水泥去帮助它一个填充哦，让它骨折粘在一起，那就可以减轻病人骨折造成的疼痛。那这个是目前最常用的手术方式。但因为这种骨水泥灌注的话，有一个缺点就是它很有可能会造成骨水泥渗漏，而压迫到周围脊椎周围的神经，所以呢，又研发出了一些气球的锥体成型手术。这气球的好处就是它可以在我们的这个骨折的地方制造出一个空腔，然后这个空腔再填入骨水泥，相对就比较安全，因为你的骨水泥就会在你制造出来的空腔内，不会往后渗漏这样子。那另外，现在也有研发出一些支架辅助的锥体成型手术。那这个相对于气球，它有更强的一个力学的结构可以支撑住我们塌陷的锥体，它是在锥体内植入这种金属支架，有点像千斤顶，它可以用这个千斤顶的力量
把已经变形的锥体恢复到原本的高度。那我们再灌入骨水泥，就可以让整体的结构更稳定，那也同样达到止痛的效果。那当然，刚刚上述三个都是比较微创的处理方式，但有些状况下，病人骨质疏松的压迫性骨折可能压迫到神经，那这个状况下，医生可能就会建议还是要做一个传统的开放式手术。那传统开放式手术的状况下，我们会做一个脊椎的后侧的减压，把凸出来的骨块去做移除，把神经做松解。另外就会上下打入螺钉，椎跟螺钉去做脊椎的固定，然后再搭配骨水泥的灌注去做一个治疗。那这个就是比较侵入性更大的一个手术方式。当然就是会选择在比较严重的病人，有神经压迫的病人才会做这样的手术。好，那以上是有关于脊椎压迫性骨折的手术治疗方式。非常感谢刘元甫医师百忙中拨冗分享骨科医疗专业。刘医师视病如亲，对病人总是非常有耐心的，用我们一般民众能理解的口语，把很复杂的医疗过程跟病情详细的解释，让病人跟家属安心。刘医师每天看诊开刀都已经非常忙碌了，但是他还是持续的做研究，而且多次拨冗到学校帮我们做医学的科普教育，让我们非常的感动。希望我们很快再有机会邀请刘医师跟我们分享骨科相关的治疗新知。谢谢刘医师。